们可以再来一颗吗？我觉得我不能偏太多了。车速。他们刚刚骑比较慢。不然宇轩，我跟你讲好了，然后就快一点，慢一点，我跟你讲，你在这边听得到我声音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一颗。如果跟你说要变速，你就慢慢来，不用管。对，你就是缓缓的。好，回现场，再来一颗，谢谢。再来一颗。